大家早安，今天是开学第七周的星期一早上，今天已经开始就是夏令时间已经结束了，前天就结束了，所以现在跟台湾的时差是两个小时。这个礼拜如果成功的有上片的话，应该就会看到我无止境的念书、写报告、上班、上学、念书、录报告、念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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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。会可能会有一点点无趣，但是就是很真实的研究生生活。因为我下个礼拜一有一个我很不擅长的课的期中考，占了20%。希望一切顺利。因为上礼拜有两个大的报告，所以念书的时间变得比较少，所以主要是这个礼拜要疯狂的念书、统计、机器学习、Python、Coding。加油！去上瑜伽啦！上完我要去一下超市。去超市买一点蔬菜水果，冰箱没有什么东西的。Go。早安，现在是7点多，夏令时间结束之后，就是日出跟日落时间就相对来说比较正常。今天的天气超好的，连云都没有。早安，等一下我看一下书之后就准备出去上班。我在 IKEA 上上个周末订了
因为我的录影就是已经残破不堪了。他说他今天会收到，希望我今天就可以回来就可以组装椅子，下班就可以。然后我还要去 Uniqlo 退衣服，如果我有时间的话，然后我再思考一下要不要去。如果要上瑜伽，我就想上5点半，因为5点半到6点半，6点半下课之后，感觉时间比较充裕。昨天7点半下课要去超市什么之类的，感觉用就已经9点了，有点浪费时间，所以希望可以上5点半。如果要上瑜伽的话 ，Go！ 这礼拜只上班一天，因为。下礼拜一要考试，有点念不太完，所以我上个礼拜就有申请，就是只上一天的班。上班喽！今天外面有点凉，但是没有下雨，不知道会不会就是突发奇想，想要5点半上瑜伽课，所以我有带一件瑜伽裤。室外的位置被开动了，看在一个大阳台上。然后超透的衣服。我去一下教室看到这个天空。好漂亮哦！
回家去拿 IKEA 包裹。大家，我的椅子、锅碗瓢盆们，跟我的巨蛋，现在要认真顶着。IKEA 买的东西，水杯，一个可以吃螺蛳粉煮汤的锅子，一个好像0.8块的小碗吧，没错。然后我上，这是一个浅浅的盘子，好像也是0.8、0.7块。然后都要买了就那个，然后之前的盘子因为破掉，所以也买了新的盘子，只是比我想象中的大。的感觉，但是没办法，今天就一定要去洗澡，超级大雨。是研究生社团的水管，缺了一瓶水，然后现在在学生食堂里面吃饭。煎的鸡蛋，然后这是煎起司跟菠菜。现在是吃午餐剪片，等上课。澳洲大部分的早午餐店有可能就是三点想要吃，还有就是抽出一份饼干，就是点的东西。